又来偷人家辣椒了，又来摘人家辣椒了。牛角，这个是牛角椒，这种牛角椒，这个辣椒很好的，好点辣哦。选那大的来摘。今天我们的正春摘辣椒，不知道是谁种的，谁的？是谁的？向海姐。我侄女的，摘几个就煮。够了，都暂停了。小倩倩，你读大班还是小班？幼儿园。中班。啊？中班。中班了呀？你几岁了呀？五岁。五岁了呀？满了没有？你看我的脸好尖。我画好了，你看。画五官呢？人家先来。今天我们在表嫂这里吃饭了不？哦。我们在表嫂这里吃饭啦，今天晚上。妈妈偷懒一下了。也是可以的。也是可以。不可以要可以。这个表嫂辛苦了哦。腊肉、熏肉，今天我都偷懒了，又到表嫂这里碰餐了。干嘛？妈妈，你先把这个拆下来。怎么了？放进去就走了，好久没吃这个肉了，好久好久没吃过了。林嘉轩，啊，喜欢吃这个肉吗？喜欢。火熏肉。我上次去甜甜那里。是吧？这什么肉？熏肉。熏肉。火熏肉。我拿那个甜豆。吃完要上个女厕。好香啊！好饿，饿不饿？饿。马上就得了。这疗程给咱加了多少剂型？那么又几袋呢？你看，我几袋，我给他打翻我的嘛，本来就是。嗯。这个多小呀！多少炒菜？多少？多少菜多？准备吃完，准备都吃了。不等吃饭。那你吃。到了。过来吃饭，过来。在这里。那不要筷子，要什么？勺子。他怎么管西南管也丢呢？勺子呢？啊？勺子。
都是个个都是那么饿，你看我们都把它一扫光。好好吃是吧？他这会跟我舞动，爽歪歪是不是？